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 Master 对局精解。今天我们请到的讲题嘉宾是世界冠军唐伟星九段。唐老师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那这盘棋呢，我们给您带来的也是一位世界冠军下的棋，它是陀嘉熙直白，然后对战 Master 一盘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棋局。Master 是黑棋，陀嘉熙是白棋。大飞，其实他这几手棋，其实好像他对局里面好像很少这么下的，是吗？还是说我见的比较少。他是不是手脚要多一些，挂脚要少一些，是吧？你是对这意啊，思吗？对，我记得是这样的。而且当时我记得这棋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是大跳的呀，一般来讲是下大跳的。然后你飞嘛，他进出嘛，这不是他很经典的下法吗？他这样的话，一般来讲，他这样又大飞，我是觉得看的比较少。而且开始前面几步，我还以为如果不看的话，我可能还以为这 master 是白棋你以为陀嘉熙是黑棋啊？呢。对，像这个棋，他对。一飞的话，这棋就跳一个手，我觉得这棋看起来，就这个手，我觉得还是很稳健的。就是这个白棋还是可以满意，对吗？你觉得？满不满意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如果说我下好，我总是觉得这手能不能下更积极一点，比如说，就是守这个季节。这比这步棋可能要积极一点的，我总觉得能不能想想更积极的下法。就你觉得这个不够积极是吧？我看看觉还有得，没有更积极的下法。对，我总是想看能不能有更积极的下法，但是其实这步棋也是不错，这几步棋，黑的这几招，我觉得黑的这几招怎么说呢？看起来，如果我觉得陀嘉熙如果这么张牙舞爪这么下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正常。这 master 感觉怎么？张牙舞爪的这么下，陀嘉熙的棋风好像不是很张扬吧？但是我觉得跟 master 下，有的时候可能想试他的风格呗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棋，那什么，逼住。箭头，偏棋立下。白棋现在是靠到里面去了。对，这一串，其实当时我在看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一串，当时我看的时候，我觉得白的还是蛮不错的。当时我觉得，然后这棋是顶吗？对，顶。然后这时候白棋是搓角。就长吧。然后粘住。黑棋是跳外面。跳这个。对，跳这个。你觉得这块白棋它这一连串的这种组合拳，应该也是没见过吧？这一串的话，不是。这个靠完再靠也是一个经典的那个，就靠完再拖一个，也是经典的下法。但是就这一经典，串，怎么说呢？这一串的话，但是这个棋确实有点意外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棋下完之后，但是我第一感，我觉得这白棋其实是很满意的。你觉得陀嘉熙还行是吧？这个结果，第一感我是觉得陀嘉熙挺满意的，我觉得这个角掏得很大，这黑的好像没什么东西。但是就是说，如果说现在来分析一下，可能 master 他想的可能比我们想的更多一点，他就觉得这棋我立到这儿了，这也拖过，你这地方没活，这一个角的话，由于我这一立，你这个角其有点实伤是吧？也很伤，他可能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并不错，并不差，这黑的。其实后面看的话，他这块棋好像一直是揪着他，虽然说也没有攻得特别惨嘛，但是一直揪着他，好像攻一攻这黑的这地方还是能围了不少空的。就是你乍一看觉得这个地方陀嘉熙白棋还可以，但是实际上 master 他应该是有后续的一些手段，对，他对这边能够厚对这薄个。的这个判断，就对未来靠攻击这块棋能获得的利益，他就是可能他觉得足以弥补这边的实地损失，他是这么想的。好的，黑棋飞起来。所以我觉得这棋如果从后面来看的话，这步棋我觉得可以考虑
可以考虑走这边啊。我觉得这步棋拖的还是很大。我觉得这步棋他，我当时觉得也许陀佳希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不错了，所以他去补一个，想这棋这步本身也是比较大的，然后他觉得这棋也活进了，但是实际上这地方本身他们黑棋就没有几步棋，然后你再去顶一个，就是说你对他的影响是不大的，就是说你只是单纯为你自己的空和补自己的棋，那自己的空也就十来目棋，我觉得这个棋是很大的。如果黑棋要攻的话，你不管怎么下，你就算黑的飞一个，那么我这棋我就算跳一个，这棋其实白棋 是就根本没有任何危险的。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再闹一票，让就是让黑的就是彻底的要靠这个对中间的这个攻击来经营，其实经营哪我其实我都说不清楚，其实我觉得黑的还没什么好经营，但是就是说我这棋跳完之后，我觉得这白棋实地先圈掉优势，然后再慢慢下。实战的话呢，就是这地方被黑的拖一下之后，感觉黑的实地追上来了不少。你就是说陀佳希那个走的还是不够积极。对，走的不够积极，和实际上被黑的实地追上了不少之后，就是说后面慢慢下，感觉那个 master 就下的比较从容一些了吧。那陀佳希到现在他会有优势意识吗？我觉得他也许会有优势意识，是吧？他觉得这块他还不错，是吧？对对。那像我们在这个开局第一个局部结束之后，就是人类棋手还能就是觉得自己还比较不错的，还算是比较少，应该。也许。这盘棋算一盘。其实朴敏桓也有一盘，我觉得下完之后他，也还可以，还可以是吧？对。但是这还可以，这东西就不知道怎么说，也许是你觉得还可以，但是电脑觉得不一定。实际上也不一定。就看他现在他就这么攻击，对，他就唯一为控，好像这棋就后面他就小胜了至少。现在就是黑棋已经开始动手了，但是这块他也没有特别狠攻白棋，是吧？对，他就这样好像很轻描淡写的这种攻击，很简单的给你走两步棋，好像你就有点不太好办了。黑棋拖下面。我们来看啊，黑棋是从这儿开始拖是吧？拖完了以后，黑棋就在这里走了几手，就开始攻这个。你觉得他这个效率怎么样？黑棋的效率是吗？对啊，他这块是先手后手，我忘了。这地方是后手，白的拆个二。白的拆了一个，对。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开始的话我觉得白棋控还是走了不少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白的应该继续贯彻吧。我觉得这棋可能还是有点晃，我觉得应该继续贯彻，如果跳到这地方白棋实控肯定应该是优势的。实战这地方被黑的虽然说是弄个后手吧，但是你跳完之后别人碰完之后别人也是个先手，然后这样的话这控 相对而言你这个控其实就比这个跳肯定还是要差不少的。我觉得这样一来就是让黑的这么一攻，这整体来讲这实控黑的就应该不会差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整体来讲是不差，就现在的话也许我们还觉得还差不太多，但是就是说你这块棋毕竟是块孤棋，你总是要欠一点，最后黑的比如说什么靠这种断啊这一类的，对对，他你最后你这个控就会慢慢的被黑棋给收回去，我觉得。也就是说现在黑棋的实控和白棋是差不太多，对，但是呢就是白棋这块孤棋会留下一些隐患，对，他就是给你随便搜刮一下，你这棋可能就有点不太好办。其实这棋当他跳这的时候啊，如果说我们人在想的话，也许我们会考虑正一个，因为你看如果说你这样过来，我这一条线过来，你这白棋有可能会死啊，你这棋把你连眼都没有。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危险，正过来的话是很危险的。其实我觉得因为是快棋嘛，陀佳希他可能之前觉得比如说飞的时候他觉得我需要抢控了，我去抢一个，但是实际上还是很危险的，这些其实如果说人可能会想着去吃你的，下得狠点就是会吃跳这个，反正我们是绝对不会想着跳这个，我们就要么就想吃一个，或者说想办法怎么能够先在这边借用一下断你一下，看看你怎么下。比如说你如果会贴，本来你贴完打过我是死的，但是你贴的话也许我会想办法，这地方如果有点借用我真要吃你。但是我们不会跳，他跳这个他肯定是觉得他赢了，跳这个就是已经觉得他赢了。对，我就觉得这手棋还手还是
他对黑的没什么扑空，他只是纯粹是自己去围控。他其实厚薄本身他还挺厚的，我觉得这棋还是应该跳一个，或者说就尖顶的搬粘嘛。比如那你就觉得那个基本上就是最后，有点类似败招了。有一点类似败招，但是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，就是说这一代可能黑的其实也应该是也并没有亏，但是我觉得白的可能还是应该跳这，反正如果白的跳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这白的反正也，我觉得。我还是觉得白应该不算差，不差是吧？但是这个黑棋确实在攻这块白棋的时候特别的轻描淡写，就能把这个目数收回去，也是很厉害。粘住。粘住。你看，像这种跳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不会去跳这个。就这个跳有什么太大用处吗？搞不太懂。那它是对后续有用处吗？还是就是比较缓有的的一时下候棋？他 master 下棋，他可能就觉得把这棋盘缩小，你就不太够了，他就可能会下一些你看起来好像很无聊的棋。他其实就觉得走一走你就不行了，粘住粘上，了，对吧？对。对，你看他就这么围，其实我们能想的话，这棋还是很危险啊！这棋，我你这就棋，这么对啊，截断一下是吧？我给你弄断了，你这棋怎么跑啊？对吧？你这感觉好像还是很危险，你尖我就搬一个，你走我就尖住，你这棋说是，明机器还是有仁慈之心的，能不吃你的时候我就不吃你，只要我能赢我就不吃你。对，机器的话它比较和谐，对，和平主义者。你看他还喝，不而且又就是吃一个，这棋真的要是飞过来的话，这棋。局部或许是，佟佳希是不是了解机器？他觉得机器反正也不会吃我的，对，他其实我觉得他肯定他没看清，但是他就觉得反正这些，已经不行了，是不？他觉对，得他就觉得不太行，还是要拼一下。对，要是再连回来一手的话，可能就更不够了。反正机器就很简单，就去吃了那么一点儿。哎，黑的下哪了？你不是跳这个吗？这是黑的，摆错子了。就上面，上面吧，对，粘住吗？没有，他冲了一个，拐了一下，对，又冲一个，等，往这儿一跳，你觉得这个空，它还够吗？应该是不够。我觉得这种棋其实可以考虑挡一个，但他没挡，他要求味道好一点的话，他肯定是觉得。他已经算清了。就是现在的话，你看，就是白棋这个子算它不落的话，你看这个点，帮我们点个空，能差多少？白棋大概有，我想想，如果算什么呀？白棋大概有52目左右，我是觉得白的可能52。怎么觉得白菜输的有点多呀？这棋，输多了，这棋感觉白黑的盘面13、45应该是有的，我觉已经差距有这么多了哈，得。而且我觉得明显是黑的要厚一点，虽然说现在能白下吧，但是黑的还是要厚一点，我觉得，那就是我们摆到这儿，能帮我们找出那个原因来吗？原因的话，可能你要说哪步棋，我现在除了白棋这个只是缓，觉得这步棋有一点缓。对，还有哪块黑棋攻击的特别好吗？或者是什么？这棋的话，可能一下子还真不太好找，也许吧，也许我觉得这步棋，就是立完之后他长在拆二，当时也许他还是有一定优势优势，我觉得他下的还是很平淡的，我觉得这棋也许可能考虑应该先搬掉。先搬完之后，这地方可能应该是下积极一点，闭住，因为毕竟他这地方走了，这底下是活的，他这外面他也不怕你封住，我觉得他这样积极一点，然后这地方的话，黑棋就是说也成不了什么空吧，然后这样的话，以后黑的如果来攻击的话，白棋就不会像后面这样那么狼狈了。这棋这个地方被我搬到，
也许是应该这么走，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哈，走完这步棋之后，可能白的就不是很好了，这一点是确定。嗯、但是开始这个地方，到底是不是白好也不一定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这东西其实也说不定，也许这棋白的也没什么好的。嗯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棋有点问题。然后后面这几步棋是下的是怎么说呢？如果是在优势的情况下这么下，肯定是很稳健的。但是这棋被人家一攻，好像 这块棋还是有点这库明显不太够啊。嗯，我觉得对，这样的话就不太行。嗯，好的，那这盘棋呢，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谢谢大家。